桃园市的百货业者抢攻节庆的商机，设计了许多活动，让民众感受圣诞节的气氛，包括了宇宙小镇欢乐趴、圣诞欢乐马戏团，再搭配周边的装置艺术，让大小朋友一起同乐，开心过节。圣诞节的脚步近了，桃园一家购物中心打造 BT21 宇宙小镇欢乐冬季趴，与孩子一同欢度圣诞节。BT21 是 BTS 防弹少年团和赖携手打造的角色，是目前最萌的卡通人物，深受小朋友所喜爱。除了卡通人物，欢乐马戏团不仅小朋友，连大人也喜爱。在中立的购物中心就以马戏团乐园为主题，在挑高的中庭串起圣诞灯，并打造豪华马车，仿佛来到了儿童乐园。今年好像蛮俏皮的，看起来很像马戏团，对啊，就是蛮可爱的。此外，每一年都会出现的手工圣诞姜饼城，今年也展示65栋手工姜饼屋和圣诞城堡，由圣诞小火车穿梭街道，宛如一座迷你版的欧洲城镇。那希望呢，可以让不能出国或者是最近没有出国计划的人，可以在我们的馆内感受到国外的氛围。除了好看好玩，现场也邀请人气夯店，打造了圣诞美食市集。这些排队名店将陪着大家一起过节，迎接圣诞节的到来。无法出国的您，也可借由业者的巧思，感受一下圣诞节欢乐的气氛。